大家好，我是大权，拿着鱼过来翻坑了。哇，这个坑好久没过来，差不多300多到400平吧，应该有。好，差不多有一个月没过来，60斤啊。今天过来给他盘一下，看效果怎么样。前几天我在这里面下了60斤牛血在这里面，是去买的，那个挺贵的，就不说多少钱了。好，今天过来给他盘一下。啊，秋哥怎么样？期待大锤今天发大财吧！抽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了吧，抽了下线大概有20多公分，应该有。哇，整个坑都在冒泡啊！看那边，哇，那边有货啊！哎，在那边游来游去，等一下一起找他。哇，开抓开抓，这上面的线给他抓。哇，这边一条，哎，哇，这是什么鱼啊？哎，等下，我帽子往后面戴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哎，开启战斗模式。哦，哎，我轻点，哦，你跑，来来，哦，来吧。哇，这条是什么鱼啊？哎，感觉现包菇又不现包菇，哇，漂不漂亮？哇，这个要是漂亮鱼的话，估计这一次就能吃个2000块钱。哇，这么大的漂亮鱼，要是漂亮鱼的话，这次一次肯定可以卖个2000块钱。不过这个估计不是吧，应该是鲍菇，长得差不多，给它剁了。我在旁边先找一下。哇，哎，鲨鱼一条，哎，下铺。哦，这边怎么都是海蛎壳？好久没过来，海蛎壳还很多，这么多。这是什么？玻璃碎片，给它带走。来，过来看，过来看。哎，哦，这连个，这是猪八戒吧？连个屁股，大不大？哇，这是漂亮！我扎，你还学了我扎？我洗干净，来，过来。哦，漂亮，中了。上火！哦，这边鱼还挺真的。哎，洗头！上火！可以。哎，这是什么加勒门斯岛吗？我懒得。来，一二三，开始捉！哎，你不捉，冬天你也冷吧？不管它，哇，这螺挺大的。好久没过来，螺个头都可以，给它剁了先。对，抽干的地方切给它。哇，这是金箍蛋，抽干的地方切给它抓一下。上货。哎，小螃蟹不管你了，来，我给你捉个大鳖去。先看看这里面是小螃蟹还是皮皮虾的窝，这种的窝一般是不是小螃蟹就是皮皮虾的。哎，不见了，不在下排，应该是螃蟹的。那不管它。哎，洗头上货，现在是一边抽水一边抓。前面的怎么给变深了？后面都没鱼了，这边好深啊！我吃几个？哎，这边有一条，哎，上货！我，哎，跑别跑！来，这边别动！这条就比较好抓了，那这就给它放旁边吧。哎，哎，哇，这么给力！哎，哇，今天遇到七头窝了吧？
齐头一条接一条，我可以呀、啊，继续找。这边你好玩哦，你好玩，来来来，还跟大家回家，十几户，站好站好。哦，现在这个坑被沙子打进来，填了填了，本来只有300多平，现在估计就100多平了，被填的太浅了。不过这边还挺正的，那后面也挺正的，感觉一目了然的，感觉也没火了。那我们就不找了吧，看钻火去。来看一下今天的钻火，哇，可以呀、啊！哎，我看一下，哇，好几条鸡头吧？这鸡头应该就有一个两斤，应该是有了，差不多一斤五六十吧。我赚他100块吧，可以了。好，这条憨鱼，摸骨鱼的鸡精，我们这叫憨鱼，就是那个憨憨的憨，憨鱼。这条也可以带回去。啊，这条的话，脊梁应该活。家人们有没有看到鲨鱼尿尿的？刚才直接让它尿尿了，竟然尿尿。这条应该也可以卖个百来块吧？啊，200多块。哦，最给力的是这条，看一下。哇，现在，哇，这个原来是包公啊！我刚才还以为是那个漂亮鱼呢。那这一条就可以卖个3000块去找了。哦，可惜是包公的。那看这条包公也可以卖个100来块吧？然后这个坑，300多平吧。然后就放了60斤牛血，我就发了100多块吧，然后赚了300多块，除去那个油钱啊，七七八八的，也就赚个小100多吧，也挺不错的，反正有钻火就好。那好了，那抓紧拿去卖了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喜欢大全的记得帮忙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